无对，无恁一个出来，这太曝光，无可能会弹倒尔啦。这足重的嘞，啊，只会弹倒而已。跟那抓力有啊，一样。哦哦，很好很好，用别科撞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钟杰。今天呢，我们人来到了苗栗这里，然后来这边巡台。虽然刚刚我出了两个货，但是都没有出过画面，因为今天我的那个小帮手没有来。今天是鲨鱼哥帮我暂时掌镜一下。还是我们车轮在吗？在清？我小清尾掉啊。接吗？把车轮在了，卡利，把你清好啊。你左右马屋呢？全包，外丢拍。全包外丢。抢位了啊、哦！来吧，再给他一个，这个，全包，全包外丢。有很好打码吗？有。哦，原地放。这颗真的很重，我刚刚打那一颗没那么重。挺匀。嗯。一点运气。刚好。捏宝，来，我一个捏宝，没脱钩，没错，没有，应该是吃到束带了。同学，400块，夹不掉。对啊，现在可以清啊。无掉，无恁一个出来，这太曝光，无可能会弹倒尔啦。这足重的嘞，啊，只会弹倒而已。跟那抓力有啊，一样。哦哦，很好很好。用别科撞吧。这么凶，这个甩打也可以。可以，这可以，都可以。哇塞，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甩打狗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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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这个角度也可以出，他只要站着可以出。来喽！哦，我现在呢？播出来。哦，来了。啊可是有点贴玻璃哎，没关系，他就扒不到，啊，来了，逆斜甩，拖，太晚拖了，拖，有没有呢？抓很稳呢，很稳，得抓他哦，为什么不会拖啊？我觉得还是要把它甩到正门。我一千块打完了，真的啊！我一千块打那两个，够了，四个东西够了，不够。我们要一千块清台，来，哎，有了，应该有。好了，换钱一波，换钱清台。安妮娜，没关系，都可以，这波差。同学，哇，嗯，交出来了，他再不拖啊，算了，我要打正门了。同学，你要清台不？全包外丢，哇，大要进，然后这个再一个45度，全给他全包外丢，全包，哎。
了，有喽，来喽，最远距离出货。这颗是不是因为太重了？多个礼拜就可以过。来了。啊，你要送在哪里？他就这样离我而去，那好可怜。这一台要 OK 啦。脱了，哎、欸，太早脱啊。哟，太薄了。亏我都捏得那么漂亮。我听到出货声了。咚咚咚咚。换我了，换我了。哎，哎呀。无好房间嘞，哪呢？你怎么用灯啊？你刚刚是要扛天台？我闪了扫扫出嘞。来哦！你我今天是不是事不过三吗？哎，对，哎，对，你看我小帮手的魔兽。小帮手换人有差吗？有差，感觉不对了，脱了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感觉来了，同学，会，同学，会，嘿，真的是同学，同学来了，啊，太深了啦。拜拜。因为我是要让它全包。等一下，先处理这一颗好了。圆盒吗？嗯，全包。嘿，哎嘿，哎，哎，哎，海螺标准解。他这一台应该。我倒。哎，偏了去。全包，来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应该丢个两次就可以再动口了啦。两到三次就差不多了。哎、欸，这一次不算。哦，算算算算算。来了、哦，先处理这个。我这边海螺标准解了啊、哦。这一颗很困难啊。啊，我们青苔应该是没办法了。留一颗给他做生意啊！好，就留2055。哟，哎呦，少一拍嘞，重量关系啊！来了来了，第三拍丢回去。捏得很漂亮。不考虑逆斜转打回正吗？不考虑，呵，完全不考虑。破解他的右门。对，100块。好，150以内出，不用了，就110，就这一个。呀，可以再深一点点了。看，啊，逆血手呀。好了好了，来了，哎哎哎，再给他左右一次。哎，再左右一次 ，X 打法。来了，来了，哎哎哎，好，这么这么这么。我同学的 QR 好、哦、出货的信息，出货讯号。喂，我掉，哎呀，咬到塑袋了。那有没有青苔奖？有青苔奖的话，我才把这一颗清掉。哦，哎呦，想说拨到挡板前面的嘞。对啊。这颗我是真的很想要清的，可是这一颗，这颗就拉力起来啊！但它这个躺着这个高度很难抓到。
有立起来。2.78拍。对，2.78，2.87。吃到速带。好，我听到了。出货，出货。出货的信息来了。越来越往前进哦。对啊。不是，不能再吃后了，我们要拼就一次了。有了，有了，最后10块出货了。啊，我可怜了，天天要出货了。满满，收获满满。这一颗也是这一台打的，五颗，总共应该1000左右，1000左右，因为第三颗打比较久，第三颗大概打这个，我看到510，这颗510，然后这个30块，这个100多，刚刚就100多，那这个30块还是40，对，差不多，直接甩到，1000左右，然后今天我们就打这样子，啊，那今天我们就来苗栗先打第一站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那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